看男星的现实价，陆毅加雅致，陈坤加奢华，李亚鹏加简单。现在影视圈李鲜肉很多，但是外表英俊演技精湛的鲜肉相对较少，这让我们感觉不太喜欢。但是如果我们谈论最早的大陆几位优秀的演员，我们都会想到陆毅、陈坤、李亚鹏和胡兵，这些人非常英俊，他们的表演技巧也受到许多人的钦佩。那么他们会怎样装饰他们的房子呢？这让许多人更加好奇。陆毅的餐厅在装修时选择了温暖的颜色，这可以让全家人感觉更温暖。此外，没有在装饰中使用一些复杂的欧洲雕刻设计，而是选择了由线条和表面构成的简单装饰，这可以使整个家庭的装饰更加优雅。在房子的装修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装修方法，这样的装修也会让人感觉特别简单，这样的房子会让人感觉特别舒适。卧室里的床选择了一种更简洁的风格，这种床可以让人们在看它的时候感受到它的奢华。此外，床头的墙壁被设计成红色，这可以提升整个卧室的档次，让我们感觉到他们家里的奢侈。陈坤家的装饰不会让人感到奢侈，他与我们想象中的名人家完全不同，他家的整体装修会让人感觉特别舒服。当阳光照耀时，木地板会让人感觉特别温暖，也能让人感受到幸福的味道。他们把书、花和画放在许多地方作为装饰，这将使整个家庭的装饰更加优雅，让人们看到它时感觉特别好。虽然家里有一个衣帽间，衣帽间的装饰使用了木地板，但是衣帽间里的东西太乱了，